最喜歡一定是神仙水啦，神仙水很方便，隨時隨地，而且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以用，就算甚至是你皮膚出了問題，甚至是 有幫助。我當時第一次去倫敦的時候學古文，所以我第一次見到那個句子我直情想喊，沒有一個字識的，我又不信、哦、我做不到嗎？那就試一下咯，那就開始錄低老師那些句子，錄了在電話裡面就入聽，去到最尾，哎，我上台都得，啲 friend 個個都很開心，見到我的進步是很大、嗯、那我自己又很有成就感，而且我覺得呀、yeah, 我可以做到咯。同埋呢個都證明了原來命運呢有時不是要等佢安排的，即是自己可以去改變命運，自己可以做主導。